这里啊，哭起来了，就因为这个画呗。他想玩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好。陈爷，陈爷，拿过你那个小的。有大的不玩小的是吧？这个大的买的比那个小。看陈爷怎么画的。哭什么哭？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你看俩打起来了，我给你拿小的，拿小的行不行？肯尼，甜辣味的啊，这个是甜辣味的。奇迹上来了啊！一号链接是甜辣味的。陈宇，让他玩会儿。一号链接是甜辣味。陈宇，你这小姨让他玩会儿。你看你小姨。你家没有这个啊？不是大的。啊，小姨这个大。清晰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拿那小姨那小的。过瘾。那这样，牛牛。我这是光的，它是彩虹的。啊，这个是彩虹的啊。我这个。你去链接里边买一个吧。这个确实是彩虹的。这个大，咱买那个都有小，然后贵，是不是？这个还便宜点，而且是彩虹色的。你看，有这个大的，小的不玩，拿过来那个小的，快拿过来小的。成宇，去拿过来对比一下，你去拿过来。哎呀，你拿着去，快去。呀，还怕我给他？快去拿过来，快去。快，除了大还有什么？这个还很清晰。啊？这个画这个不清晰。对，这个不清晰。这个呢？买亏了。买亏了，这个呢？这个很清晰。而且是彩色的，是吧？对。哇，真的是！真的是，你看是这样子，形象这样的，能看清一点吗？哦，那你为什么当初买那个还特别贵，60，这个才几十？你看这个便宜吧？这个不30多。你这个买的是39。39，这个是多少了？30。这个三，你看看这个多少了？我看一下啊。哦，丑死了，牛牛哭的好丑啊！呀，还打我！那个不能玩，不能玩这个，不玩这个啊！你看有大的，不玩小的。不玩就别玩，别推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啊！咱这个是多少？12寸，35.71。那还是这个合适？是这个合适，是吧？这个是彩色的，你看画的好，因为这个脸打起来了。因为这个你看哭起来了，还比我的脸吧。大面炒年糕12寸，这个12寸。别哭了，给你买一个行不行？再给你买一个。啊，你提醒陈宇，你让他玩玩行不行？行不行？陈宇，他小姨，牛牛哭的可伤心了。陈宇，画好了吧？对，真棒真棒。看那个哭的，给他。小孩子，你看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啊，不哭了啊，没事了，来笑一个，你好了，小皮脸，我下个视频见了，我们陈宇玩小的，他玩大的，哎呀，真是小皮脸，拜拜，拜拜。上个视频啊，牛牛因为画板哭，我给大家看看，就是我手里拿这个大画板，他是不是比我脸还要大呀？我给大家看看我们陈宇画的画，他说画的我。大家来看一看像不像，是不是特别好玩呀、啊、其实我看到这个画我都想笑了，这个画的好像是抽象的我，而且他这个也挺好玩的，他用这个手指一按，啊，手指按下去它会有印子，它这个颜色是一个彩虹色的，也就是渐变色吧，它这个有一个笔，然后直接可以往上面画，真的是可以让孩子自己绘画的，这样呢玩的时候也不会弄得哪就是手上都是，这个画板也是挺好玩的，要不牛牛哭着抢着玩这个，我回来一定要问问他这个是画的我吗，人家还给我画了这个，这鼻子，不过挺好玩的，分享给大家。